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本地，快乐的园地。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。瞪瞪眼睛，令人着迷。拍拍双膝，超级俏皮。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。甩甩尾巴，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，优雅神气。瞪瞪眼睛，瞪瞪眼睛，令人着迷，令人着迷。拍拍双膝，拍拍双膝，超级俏皮，超级俏皮。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来喽！今天的天气真好。嗯，真的呀。哎，卡特，是你的电话吗？嗯，不是哦，我今天没带。该不会是我的吧？是我的，爷爷打来的。哦、爷爷，是爷爷。喂，爷爷啊、哦，好久不见。爷爷，嗨。啊，你是说上次那个稻草人吗？我是卡特。哦，是哦，你记得吗？恭喜你耶，卡特。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办事啊，你放心。好。哦 ，OK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咯，下次见爷爷，拜拜。耶、哇，电话挂掉了啦。柳丁爷爷说了什么？卡特，我爷爷说啊，我们上次那个稻草人实在是太好用咯。他说现在小鸟都不敢来吃稻米了耶。哇，太好了。不过啊，我爷爷有一个请求哎，他说可不可以请卡特团长帮忙他再训练一批小小稻草人呢？当然可以啊、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去帮柳丁爷爷的忙，好不好？好，耶、好，那就一起来变成稻草人喽、跟我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练习当稻草人喽。两只手握拳，往旁边打开来。好，小朋友，现在你们都变成稻草人咯。稻草人的两只手是张得最大最大的，那我们现在两只手要张得好大好大，看谁能当最棒的稻草人哦。嗯，接着把一只脚抬起来，放在另外一只脚的膝盖旁边。好，小朋友，稻草人是一只脚站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挺挺的站好呢？可以东倒西歪的吗？啊，要站好哦。哎呀，我的脚好像酸了，换一只脚。好，小朋友，换完一只脚之后，还是要直直的站好哦，要守护好你们的稻田，才不会让小鸟把稻米吃光光哦。小朋友，这时候有一只瓜牛爬到了你们的手臂上，有没有觉得好痒？好呀好，那我们跳一跳，看可不可以把它走下来哦。我们一起跳哦，预备备，来，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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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可是两只手还是要张得大大的哦。喂，哎呀，有一只乌鸦停在手臂上哦。啊，稻草人觉得自己的手臂好重好重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好重？有。还好啊，乌鸦只停了一下下就飞走了哦。你们有没有成功守护好稻田？有。大家都学会当稻草人了吗？学会了。太好了。那柳丁哥哥，你爷爷要的稻草人什么时候要去帮忙他呢？我爷爷说啊，就后天哎。还有还有，我的背公要两个稻草人，还有我的叔叔他要三个稻草人，好，还有二姨妈、
三姑婆、四表弟，还有五舅公。我来算算看够不够哦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跟我这样做哦。我们这样做。看来小小稻草人要加强训练，一个当两个用。小朋友，赶快变成稻草人，呵！变成稻草人，要站好喽。耶，有一群乌鸦。请你跟我动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颗烂骨头。创意体操就爱往边走，天天都这样做。成一个懒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。小朋友，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可爱。
小野猪跳出来，圆圆肚子白呀白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最帅。大家来做好朋友。是你的马吉，马吉马吉，你是我的马吉，马吉马吉。
么紧，要天天都爱你，要天天都在一起。像软软的墨迹粘在一起，像甜甜感动难以忘记，快乐的 baby 天天都爱你。我有话要说，要介绍的是杨千惠小朋友的作品，她画的是城堡。哎，城堡那么黑，是不是弄错了啊？星星哥哥，没弄错，这种啊就叫做版画。我猜千惠应该是用铅笔在宝丽绒上面画画，画完之后呢，再涂上颜料，盖在图画纸上面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我现在呢，仔细一看呢。我看到了城堡的城门，还有城墙，在城堡里面呢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西瓜，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三角饭团哦。妈，星星哥哥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你仔细看清楚哦，其实啊，那是城堡里面圆圆和尖尖的屋顶啦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搞错了啦。对啊，所以小朋友，下一次呢，你也可以利用不一样的画法，画出不一样的作品来哦。没错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的是怡婷的作品。看到怡婷的作品，就让我想到一首歌哦，那就是《动物音乐课》。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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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瑞咪发嗦。哇，这里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合唱团呢。团员里面呢，应该有小猴子，还有小羊，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，他们站在彩虹城堡的外面在唱歌哎。对呀，你们看，在天空的观众席上面呢，已经被太阳公公、白云还有七彩蝴蝶给坐满了，是大爆满呢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而且他们的歌声啊，随着风飘到了大街小巷，来参加演唱会的人好多好多，把整张图画纸啊都给挤满喽。对啊，你们看图画纸的下面，好像看到很多观众的手在帮他们加油欢呼。相信这一定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唱会哦！我们一起帮怡婷拍拍手吧！耶、yeah, ，成功！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！你拿报纸擦擦镜子，快拿鞋子拍拍蚊子，快找找什么东西，来玩玩声音接力，请试试你的创意，比比谁要去。
敲敲钉子，你拿锯子锯锯板子，我拿墨纸你拿绳子。